德哥倫是一間很年輕、很有活力的一間教會，是一個很有活力的教會，很充滿活力的教會，一間活力的教會。德哥倫是一個很熱心為主事奉的一個教會，即是每個人都是很用心去一起建立教會。很喜歡哥倫的敬拜，很 lively， 被他那些很好聽的音樂吸引住的。因為他熄燈，我們只可以 focus 到那個十字架去敬拜神，將榮耀歸給上帝。我們喜歡的應該是ICOS 小組，因為在 ICOS 裡面我們可以分享大小瑣碎的東西。我在小組裡面得到很多的得著，很多的成長，即是上帝很多祝福，就是令到我們在這裡有個群體，是真的可以互相學習，互相一起去成長。我最為哥倫感恩的就是我在 CAPOS 的侍奉，我在兒童事工裡面侍奉，在兒童事工裡面就服侍了10年，看到真的越來越多新的家庭帶著小朋友來到教會的裡面，這個是我最最最感恩的事。我回了哥倫大概2年，我來了哥倫是有1年零10個月，我回了哥倫10年，我回了哥倫大概有5年的時間，蘇花來了哥倫4個月期間，我回了哥倫1年多一點的時間，我回了哥倫已經4年了，我回了哥倫有8年半的時間，我來了哥倫2年。